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一集，2019年10月11日 ，Club Factory 宣布获得启明等数家国内外基金领投1亿美金D 轮融资，跻身印度第三大电商公司。A 轮领投方丰瑞资本超额跟投。在此，我们和大家分享四年来对出海电商的思考和四年前比今天的出海电商创业图景和竞争格局已然不同。基于这四年持续的跟进和思考，我们对这一领域也有更多新的认知和理解。我们也试图回答站在2019年出海电商领域还有哪些机会，四年前我们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领域。从丰瑞资本创立的2015年开始，出海电商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行业方向。彼时海淘行业热闹非凡，出海电商并非资本关注的热点。敢于下注源于我们当时的思考。那年有一个大背景，即移动互联网迈入全民时代，曾经支撑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流量天花板到来的担忧逐步成真。 Talking Data 的2015年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就指出，截至2015年，设备规模达12.8亿台，季度增速3%，活跃移动终端的增长速度在逐渐降低，用户趋于饱和。预计2016年的用户季度增速将低于3%，新的用户群体亟待被发现，越来越多来自国内的目光开始向海外汇聚。相比国内，那时海外用户的获取成本较低，出海成了创业者的新方向之一。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历史最高值，首次超过1亿美元大关。当时我们发现，出口电商面向的既有美国、英国这样的成熟市场，又有印度、中东这样的新兴市场。在电商还不发达的新兴市场，从潜在消费者总量来看，还有大片尚待开垦的沃土。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主要战场上，中美巨头依然处于混战局面。这客观上带来的结果是，市场格局仍然开放，且竞争生态对创业公司比较友好，因为没有出现少数巨头垄断市场的情况。在国内，我们习惯了创业公司为了发展而站队，无论是腾讯系还是阿里系，背后的绑定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对封闭的商业生态，巨头建立起了强大的流量护城河，并不存在一个数据非常丰富且公开能让企业方便获取用户的投放系统。在海外则不然，由于西方商业文化和法律制度的限制，亚马逊、 eBay 和谷歌、脸书一边是电商巨头，一边是流量巨头，双方并没有形成联盟，也没有任何的投资关系。电商平台和流量平台的相对独立给了创业公司非常好的生长空间。在天花板很高的情况下，这种海外竞争局面对中国创业公司来说是利好的。同时，谷歌和脸书这两大广告巨头有非常完善的广告系统和维度丰富的用户数据，只要对目标用户有清晰的了解，就能在谷歌和脸书上用一定的成本获取这些用户。虽然获取成本在不同国家会有差异，但是在起步阶段，这是一个可以规模化获取用户的方式，投入产出比稳定可控。除此之外，2010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中国公司的整体作战能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爆发取得了长足发展。海外市场在运营方法上的先进性不如中国，很多中国创业公司打法灵活，
把中国的本土经验因地制宜地运用到了海外市场。基于上述对行业的分析，2015年至2016年年丰瑞资本投资了包括 Club Factory 和 PetPet 等早期出海项目。四年后，对出海电商领域的新观察，2015年关注出海电商方向的投资人还不多。到了2019年，不仅包括阿里、亚马逊等在内的国内外巨头纷纷加码新兴市场，包括我们以投公司在内的出海电商创业公司也展露锋芒。基于这四年持续的跟进和思考，我们对这一领域也有更多新的认知和理解。一、中国供应链优势依然存在，供给端品类丰富，中国制造的轻工业产品丰富度全球最高。中国制造早已不是便宜的代名词，而是比国外能提供的商品 SKU 更多更丰富，能满足海外人群多样化的需求。